香港的这个竟然会有这个反帮派形式的暴力事件，而且台面化、公然化啊、而且光天化日之下哈，那、啊、造成流血暴力事件，当然是非常不可取哈、啊。我想一个进步的一个城市，那、啊、一定要这个不容许这种事件发生，所以重提醒一定要严惩，一定要维护一般善良老百姓他的一个安全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个事情呢啊，我觉得啊，大家之所以虽然不是发生在我们台湾自己的地方，但是我对这个会高度关注，是因为啊民这个人民的民众的权益或者自由民主是普世的价值，那都我们这个任何人都不应该用任何的暴力形式去加害别人，那所以我觉得应该啊，我们要关注这个事情，要引以为戒。